这的常住法师呢，今日第十五天，第十五天，也就是我们继续往北，就是往嘉义走，往嘉义。感恩，那今日呢，在台中所有的白净家人白净家人，在安排让大众呢如期的圆满，感恩，感恩阿弥陀佛。那现在我们所有的常住法师也正积极的准备出发，阿弥陀佛。